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彰化去参加活动，甲问讲美国大选了后，台湾是不是会甲美国重新来谈判到美国低进口的问题？苏贞昌回应讲，爱让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，这个自由贸易袂当家己来定一套标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彰化鹿港参加车辆研究测试中心成立30周年活动，大家关心美国大选了后，台湾是不是重新开始美帝的谈判？苏贞昌嘛来回应：要让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、负责任的国家。苏贞昌强调，将对美帝美国的进口会来严格管理，维护食品安全。相关的政策也会改变。那我们要卖人家，不准人家来，没有这种自由贸易。自由贸易不能自己定一套标准。苏贞昌最近七摆到立法院报告，拢予国民党阻挡。美国大选了，国民党针对台美关系邀请蔡政府到立法院专案报告。那只要立法院决议，我都很乐意上台报告。苏贞昌表示，只要立法院决定，伊拢真愿意上台报告，希望国民党停止来阻挡。